地藏本愿度众生，因果轮回不灭。欢迎收看《地藏经说因果》。在上一集的节目中，先让大众了解各种不同的鬼和鬼王，同样是六道众生里的一部分。他们不一定会害人，却忠实地体现出因缘果报的法则。事实上，人绝对不会轻易地遇见鬼，鬼也不会随便地来侵犯人，因为六道各有道，彼此是井水不犯河水的。有时候即使遇见了鬼的表现，可能比我们还要有羞耻心、惭愧心。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，有一位叫做阮德儒的人。有一天，他半夜起床要上便所的时候，看到一个身高大约有五丈，目睭大到像铃铛，面容真乌，身穿白衫的鬼，点点徛伫无介远的所在，甲伊相对看。想袂到看到鬼的阮德儒，伊一点仔嘛袂惊，等到是老神在在，讲酸笑讲：“这是什么物件啊？哪会头毛闪呀呀，衫乌白穿，是歹势见人吗？”伫便所的鬼听到了后，心内想：这个人真大胆，既然无予我惊到，好，我就拿出本事来。所以毛七鬼瞬间就伸出一长长的指，表现出痴迷了解的模样。偏偏阮德儒看了后也是袂惊，伊讲这有啥物了不起？不过就是面色比我较青，喙齿甲指比我较长，模样比我较歹而已。拄好应验人讲的，鬼拢是面目可怕的形容。毛七鬼一听更加不服，伊是一个鬼，无惊走人就准拄煞，也阁予人取笑伊的下场，真哪会使？所以毛七鬼伊就顶出法力，阁变一摆，伊将家己的目睭、嘴、鼻、甲脚手全部拢变无去。结果，阮德儒游玩像无代志共款，伊讲这鬼实在是真可怜啊，连家己的目睭、鼻、嘴、脚手拢无去啊。其实阮德儒会安尼讲，是因为伊对鬼生起了悲悯的心，伊感叹鬼为虾米会得到这款的果报。这个毛七鬼，伊本来就无虾米伤过大的恶念。听到阮德儒安尼讲，当下见笑，甲面红红，就赶紧点点离开。由此可见，咱做人只要公平、磊落，有善恶因果的观念，鬼是无法度找咱的麻烦的。俗话说：“平生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门。”真正的鬼不在地狱里，不在鬼道中，而是在人间。在我们的内心，我们心中的嗔恨、嫉妒、贪欲、多疑、执念等各种无名造作，才是让我们的身心日夜不得安宁的根源，才是真正可怕的恶鬼。所以《地藏经》里说：“难言菩提众生，举止动念，无不是业，无不是罪。”伫较早有一座名山，因为远离俗世尘嚣，环境清幽，所以吸引真侪出家众来山顶建精舍、盖道场、潜心修行。其中有一座寺院，有一间真特别的寮房，毋知影对当时开始发生什么代志，内底就恰恰闹鬼。每一位在这挂单的生灵，到最后都因为不堪了乱，就搬去其他的道场挂单。有一天，有一位对真远所在来的生卡生，他想要在这挂单一暝，偏偏他来慢一卡步，已经无得意的客房。他本来是要转身离开，去找别间寺院挂单，
可是因为伊真正伤过疲劳，硬要行袂振动，伊就哀求伫客厅讲：无客房嘛袂要紧，就算讲是差房也好，只要互我休息一暗，就感激不尽。伫客厅听了，感觉真为难，伊吞吞吐吐讲。是伊其实也阁有一间疗堂，是大通铺，但是李克生才讲到一半，也未赴讲予清楚，邢卡生就已经回答讲：有房间就好，无论是啥物条件，我拢未弃嫌。所以李克生伊就将这名邢卡生带到闹鬼的疗堂外口，甲伊讲：这间房间有鬼。恰恰会出来撩乱人，无人伫遮踮会落去。你若是愿意住，你就入去吧。邢卡生听了，心内想讲：佛法讲慈悲，若是真正有鬼，我更加应该爱念佛上经，为伊超度才是。这无一定是佛陀安排的任务，予我有机会度化众生。邢卡生向迪克生。合适行礼讲，多谢你替我安排这间房间，我真乐意有这个机缘感化贵众。话一讲完，伊就走入去疗房，随手将门关起来，端坐伫眠床。经过无外久，阁有一位行客生来到这间寺院投诉。伊同款表达家己无弃嫌任何个房间，只要会当伫遮过一暝个关心，所以迪克师傅嘛将伊安排到闹鬼个疗房，交代完缘由了后，就匆匆离开。这个时阵，先进入到房间个行客生，伊听到门外口有动静，以为是鬼来啊，伊就用出气讲。予房间门拍袂开，真拄好伫门外口一名行客生，伊是一位气功的高手，伊用真大个力，门拢拍袂开，以为是内底有鬼咧吓人伊，伊嘛用尽所有个气力要将门拍开。双方就安尼坚持一段时间。伫门外口的行客生，比房间一位行客生技术高一层。伊终于将门拍开，走入去了后，房间内底因为无点灯，两位生人伫拢无看清楚对方的情形下，就拍成一团。双方拢以为家己是咧拍鬼，用真大个力一直向对方出招，两个人拍鬼迷。等到天色渐渐光，有一道太阳光照入来疗房，两个人停落来一看，才终于看清楚对方。原来因是曾经做伙伫少林寺学习武术、研究佛法的同参道友，莫怪展出来的招数这么同款，打甲难分难解。当时这两位新人嘛，拢感觉真见笑，互相折磨一暝。既然是人怕人，哪有鬼嘞？连一个影嘛拢无看到。讲嘛奇怪，这间疗房自迄天开始就恢复了清静，无阁有闹鬼的消息传出来。无一定，疗房本来就无鬼，拢是世间的人心中的猜疑。得意、依昧、甲无信任在作祟。众生的心念念都在生灭中患得患失，贪着财色名食睡，所以众生的起心动念都是罪过，都是业障。如果能够让清净心现前，就能提起觉性，时时刻刻反省检讨身口意三业。从觉察觉照自己的起心动念做起，人人都能够化恶念为善念，社会也就能化暴力为祥和。一部记载万物众生生老病死的过程，融合地藏王菩萨的大悲愿和诸佛菩萨的见证。《地藏经》是佛门的孝经，是佛说的遗嘱，
是做人处事的教科书，更是学习因果的重要经典。请护持《地藏经说因果》节目制作经费，划拨账号42274784，户名十方法界基金会。在过去有一位大夫姓韩，他不但医术真高，并且自细汉信奉佛教，熟读佛经，对佛法的教义真有见解。韩大夫平常行医的时，除了替病患开药方、针灸以外，也搁会诵读《地藏经》，求地藏王菩萨保庇病人早一天恢复健康。在伊善心的维护下，病患好起来的速度真紧，而且将来袂留任何的症状。韩大夫的名声愈来愈响，深深受到乡里的敬重。有一天，隔壁关来一位男子，伊雄雄公公走去韩大夫的厝，一边哭一边讲：“大夫，我的小弟忽然破病真严重，在阮县内的大夫拢无法度医治，已经要死去啊！拜托你赶紧去救伊。”“无问题，你等我一下，我将药箱的经册先准备好，马上就对你过去。”韩大夫无考虑，马上就答应对方的请求。韩大夫甲男子的厝差足远的，至少要行六七十公里路。中央阁隔一条大河，河水原来就真湍急，阁加上当时是梅雨的季节，前一天正落一场大雨，水位比平常时阁较悬。若是无小心，真有可能会摔落伫河中。果然，当韩大夫甲男子来到河边，河水因为突然来的山洪，涨到无法度渡河。因两个人看到滚滚的洪流，心内非常的着急，伫岸边行来行去，一直想讲救人要紧，到底有啥物办法较好呢？过了一站，看河水也是无消退，韩大夫实在是等袂落去。伊提起勇气，伫心内对家己讲：身为大夫，救人的性命是第一要紧。我的生死不要紧，但是袂当放弃病人。请地藏菩萨感应着我的诚心，保庇我顺利过河。说咧，韩大夫伊就将派伫背后的医药箱甲经册顶伫头壳顶，无中途向河中心行过。河水唔那冰凉刺骨，拍起来的水花不时弄到韩大夫的身体，有几下摆伊拢用要徛袂住，差一点啊就河水冲到。男子伫个岸边足紧张个，伊大声话叫韩大夫赶紧倒来，伤过危险。韩大夫回答讲：“你放心，我袂有代志。你看，我毋是已经用要行到对岸吗？”韩大夫的话才讲完，伊一个脚步无打稳，瞬间就予大水卷入去。韩大夫伫个河水内底拼命挣脱。忽然间，伊看到一个凶神恶煞的鬼怪，伊明白这应该就是水鬼，是要来掠狗体。韩大夫唔惊死，但是这个时阵，伊的脑海中牵挂的全部是遐个破病的病人，所以虽然伊的嘴浸水，无法度讲话，但是伊的心内默念：“请你高抬贵手，放我一条生路。”让我去将病人医治好，我会报答你的恩情。水鬼感应到韩大夫的心念，伊嘛非常的生气，讲：“袂使，我袂使放过你，我想要投胎。”韩大夫也感觉到，伊再一次祈求水鬼，并且回应讲：“世间的一切皆有果报，我明白你想要早一日脱离鬼道。”但是这不是正确的做法，你让我去救人，我会将这份功德回向给你。你若是还不满意，等我回程，我愿意对你去阴曹地府。
没想到神奇的代志竟然发生。韩大夫感觉讲，冥冥之中，亲像有一股的力量，不断将伊往水面顶悬送。无偌久，伊真正慢慢飘去了对岸，连伊的医药箱、甲经册，拢好好无去浸着任何的水。从佛法的角度来看，修行其实也是在管理自己的情绪。想要做到调御心念、管理心念，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善调身心，时时将贪嗔痴等无明烦恼减损，心中的烦恼心结经过不断的检讨反省才能化除。借由思维佛菩萨的智慧、慈悲、忏悔、反省，改正自己的过失，让心变得更加清净。在对花亲眼睛看到这一切的男子，已经惊到讲不出话。伊无法度理解天底下哪会有这么奇怪的代志。韩大夫伊也无多做解说，只是歪头向男子笑笑的点头，大声甲伊讲：“我先去救你的小弟，你等甲河水若退落来，你才阁倒来。”讲完，伊就赶紧上路去救人啊。最后，男子的小弟在韩大夫的妙手回春之下，顺利好起来。韩大夫也遵守当时伊伫河内底浮浮沉沉时的承诺，伊去寺院将这份功德回向给水鬼，帮水鬼做一张超度法会。在会场的途中，韩大夫佫经过大河的时阵，已经是风平浪静，轻松过河，平安回伊到厝。而且从此以后也无人搁死伫这条河。消息传出去，每一个人拢讲这是韩大夫的慈悲愿力感动了地藏王菩萨，才会予伊得到护佑。对这件代志，韩大夫心怀感激，更加卖力宣传虔信地藏法门的好处。很多人也因为受到地藏王菩萨的感召，都来信奉佛教，成为乡里的一件美谈。台湾民间流传不少俩高腿的乡野奇谈，人们对于这一类的话题总是抱着既好奇又忌讳的心理，特别是老一辈的人，每到了农历七月，总是千叮咛万交代自己的孩子千万不要靠近溪水、海边，以免发生不幸。其实很多意外的发生，源于我们自身行为上的缺失。比方说，青少年无视禁止戏水的告示牌，跑去深山溪谷里游泳，即便不是农历七月，也可能会发生意外。假设我们行得正、坐得直，心存善念，鬼又哪里抓得到人呢？有一位法师在我海边的寺院做主持，每一年的暑假，他都会看到那去玩水的民众经过的时候，都会跟他们讲一个小故事。他说他的阿祖有阴阳眼，可以通鬼神。有一次他刚好听到两位水鬼在对话，讲到说明仔下午三点会有人来海边佚佗，咱会使掠伊来做交替。法师的阿祖听到，知影大事不妙，决定事先提醒这游客。隔天的下晡三点，确实是有一挂人欢欢喜喜来到海边。法师的阿祖准备去要靠劝伊离开，无想到这个时阵，其中有一个人竟然带大家对大海合十礼拜。一边拜一边讲，请地藏王菩萨护持，让阮享受玩水的趣味。阮只是伫山下遮佚佗，未去海内底。阿弥陀佛。话才讲完，法师的阿祖就听见两位水鬼讲：“不妙，菩萨要来啊，咱赶紧走。”结果，这阵游客
在海边欢欢喜喜耍一个下晡，什么代志嘛拢无发生。古德云：昨日罗刹心，今朝菩萨面。罗刹与菩萨不隔一条线，存善念，造善业，感召的是菩萨来护佑。相反的，总是心怀恶念，到处造作恶业，自然感召地狱恶鬼。下一集的《地藏经说因果》，为您介绍更多关于鬼道的故事。感谢您的收看，再见。